那天我妈妈就问了我一句哈，她说她听到玉贤牧师去世，她就问我一句，她说耶稣救不了他了吗？是不是内心里面会有一个为什么耶稣救不了他了吗？可是我们心里深知哈，耶和华有他的旨意， Amen Amen， 他的旨意是美好的，他的旨意远远是美好的。我们相信神的旨意远远是让人从死里复活， Amen。 他现在复活在哪里？在天上，在天堂跟天父在一起， Amen Amen。 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们继续要有信心，我们的盼望在天父那里， Amen。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盼望在哪里？跟你旁边的人说，盼望在天父那里。 Amen Amen Hallelujah。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我们一起来称颂他。 Amen Amen Hallelujah。 有你，我能成就一切，能成就一切，因你赐我力量，凡事都有可能。有你，瞎眼能看见，生命能改变，我凭信心而活，凡事都有可能。就一切，来自
在神，我们凭着什么？凭着什么？信心。信心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我们凭着信心。凭着信心。Amen, Amen。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就能够跟神同行。Amen, Amen, Amen, Hallelujah。神的爱充满我们 ，Amen。我们就没有惧怕。你爱胜过一切，天上地下真如你，万国万般气息，生儿子你是唯一，你是唯一，我为你活。光引导着我，我也燃烧我心，生儿子你是唯一，你是唯一，我为你活。
举你的名字，我们想要继续的高举你的名字，因为你是那唯一的真神。主啊，我们不信你，我们信谁呢？主啊，我们不相信你，我们信谁呢？因为你是那唯一的真神，你是那唯一的真神，唯有你，唯有你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爱你。好吧，我们这时候我们来开声，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更深说神啊，我想更靠近你，我想更了解你。父啊，也许很多事情发生，主啊，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，但是父啊，你引领我，让我明白，我要靠近你，直到我明白，我要嘴里宣告，直到我明白，主啊，我要嘴里宣告出来，我直到我明白。父啊，你来充满我们每个人，充满我们每个人。神来带领你，你的名字的柔美。
不再掌管，主殿在宣扬赞美的荣耀，以你从死里复活，无人能抵挡，无人能想你，从今到永远你掌权，国度国度属于你，荣耀属于你，你的生命超乎万民，你胜过十万，你胜过十万，满自一列海，虽与十万不再掌管，主殿在宣扬赞美你荣耀，以你从死里复活，无人能抵挡，无人能想你，从今到永远你掌权，国度属于荣耀属于你，你的生命超乎万民，你的名字的荣美，你的名字的荣美，主耶稣基督的胜过了失望，我们相信你仍然是坐在宝座上那个得胜的君王。 Amen， 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让你的灵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Amen， Amen。 天父，你的复活的气息吹进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经历到这个复活的能力。主啊，在我们的观念上，在我们的不断的跨越前进，以及我们宣告说有一个大的突破来到教会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名宣告 Amen。 好。